广东人吃饭的规矩。你最近都不跟我吃饭了，跟你吃饭太累了，算了吧。什么意思啊？黄连不明的啦。这里怎么用啊？就打开啊。嗯，来了，我错塞咯。我们广东人吃饭要打开，要摩擦，摩擦带来丝滑。你知道我每次看到你打开直接吃，我喉盖的该熏好啊。行，那我摩擦总可以了吧？不行的，这个你怎么用啊？狼吻了吗？我知道啊。啊，那还没咬错咯，龙啊，是要旋转的，旋转带来健康啊。我每次看到你随便冲两下你就吃，我很担心你吃坏肚子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嗯。还有这个你怎么用？就这样用啊。不行，我跟你吃饭担惊受怕，我累了，你自己去吃吧。随便，老子今天生日，还想着请你吃饭。走了，谁让你不走狗？喊啊，回边啊！哎呦。跟我吃饭不是很累吗？今日你三日啊嘛，唔通我有得你又戒损口又搞到自己肚痛啊？都系等我监督你啦、啊。哎，一阵兄弟攰啲咪攰啲咯，唔好计嘅，好请食宵夜添嘛你。呀，死啦你！广东人的体育有多好？广东人的小身板体育那么差，奥运会有他们什么事儿啊？咩唔得啊？谢杏芳、张建文、杨景辉、杨基龙啲牌拎出嚟啊，多到吓死你啊！胡海峰都唔识啊，第一个跳水金牌孙淑伟都唔知，跳水金牌何松同卢丽丝你咁都冇识？冼东梅啊，第一个奥运冠军妈妈。你们说这些退役的有什么用呢？今年奥运会能去的有多少？全红婵啦，人哋今年十四岁参加奥运啦，好似你咁几廿岁人，净系识得车大炮。你咁讲我就唔眼瞓啦。亚洲飞人苏炳添今年又续冇奥运会啦。台版嘅曾文蔚，我校友梁小晶，仲有今年啊，今年啊劲啦，五冠王刘诗雯，世界第一樊振东，奥运冠军陈艾森，喂，有排数啊！咦，讲埋晒呢啲咁嘅嘢，依家梗系要为所有嘅健儿加油啦！广东妈妈有多善变？广东人细细个开始就有强大嘅危机意识，因为我哋都拥有广东妈妈。你唔好睇佢笑得咁友善，其实我哋每一日都要揣测阿妈嘅心情。首先系要睇佢点样叫我哋。如果阿妈系叫你弟仔，咁啊稳阵啦，证明佢今日心情唔错。但若果佢系叫你，我家聪打全打，熄电脑，搵本书出嚟扮做功课。除此之外，我哋仲可以通过肢体语言嚟检测阿妈今日嘅喜怒哀乐。即系若果阿妈洗碗嘅时候，咁你可以继续打埋你铺游戏。但系若果阿妈即刻收埋部手机，攞个垃圾桶推到门口扮做嘢，压力就会落到系跟电视嘅老豆身上。危险！当然咧，有时候我哋都会主动出击，譬如话阿妈搞紧厕所卫生嘅时候，哎呀，条塞晒啊！留意声调往上走，好似加尔妈妈唱紧《皆大欢喜》，我自动听到佢唱添，嘿呀嘿呀嘿！但系如果佢、简直系大追捕嘅张家辉唱《沉默是金》，暴风雨前夕金正局啊！呢、个时候阿妈肯定火过火机，千祈唔好讲错嘢刺激到佢，出绝招啦！阿妈用威王管道疏通剂，条渠一下就通晒啦，渠管率高达99.9%，渠管除垢，仲要唔伤管道？咦，真系几好喎、啊！要清醒就用威王，支嘢咧好贵噶，诶点会咧平到笑啊！咁你唔使专门买俾我啦，你识俾家用就得噶啦。嗱，周丽娟，千祈唔好刺激我阿妈。